大家好，手残大叔挑战卧龙苍天陨落第九个 BOSS 视频来咯。这一关的 BOSS 就是三国里号称人中吕布、马中赤兔的吕布。吕布不愧为三国武力天花板，挑战难度也是天花板。门口还放一个华雄阻拦玩家，此等排场哪个 BOSS 有？外加还能骑着赤兔马装逼，太有面子了，布哥真牛逼。好了，马屁拍完了，开始讲怎么打吕布了。吕布有两种形态，第一形态就是骑着赤兔马跟我们打。这形态高机动，防御高，但是招式比较单一。基本上就射箭、拖刀大招、跳跃大招，射箭防御或者化境都可以。然后拖刀大招比较好化境，跳跃大招因为视角会切换。比较难掌握化境节奏，需要多尝试，成功化境三次后，吕布就会被打下马了。下马后的吕布虽然没高机动和高防了，但是难度却提高了，招式是一套连着一套，特别是红血红。那大招是不停的用出来，吕布下马后千万不能急。要见招拆招，好几次我都是太急了，被吕布戳死，前功尽弃了。哦对了，打下马的吕布要小心周围的赤兔马。赤兔马会在圆台里绕圈，被撞到是有伤害的。打吕布最好把它引到圆台中央或者外面，不然在揍吕布的时候被马撞飞就郁闷了，我有被撞过好几次。总之打吕布还是要多练习化境，吕布算是卧龙的进阶导师。前面的 BOSS 还能蒙混过关，吕布这里还是要有点技术才能过。后面就不解说了，让大家欣赏下我抓技术过吕布哈。
弹尽粮绝，最后终于打败吕布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好了，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了。禀报，弹药已全部运往煤坞。难道